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说要演一下移步的时候，我这样讲，移步的时候对不对？你往右边移，然后又左踢，然后拨开他的手。那另外一个，你往左边移的时候，你左边移就是说，对手是用右拳打过来，拨开的右拳，然后用右脚踢，左拨用右脚踢，右拨用左脚踢。OK， 示范一下，看，我原本这样站，两个人这样，哦，他右拳过来的时候，把背切过来了，这边咚一脚扫他。然后他左拳过来了，后背踢到这边来，疼的，好，再次，疼的，你看，咚，再来，下背切过来，疼的，好，然后呢，他的动作就是这样子，我就要站，你这个一拨，你看，咚，你拨完以后呢，右脚碰到地拨到他，左脚碰到地变成这样，好，你看哦，砰砰砰踢出去了。然后这个样一波，这个一波碰到地，然后你看，这个一波碰到地，然后右手一过来就变成这样，踢出去了。OK。